清晨五点多，天际微亮，嘉义天玄宫广场前就已经热闹了起来。看到有人在准备了，庙前也有师兄姐们忙着添灯加油。天玄宫邓董事长忙里忙外，一切都是希望做足最好的准备，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2014岁次甲午年，妈祖1054周年圣诞，妈祖圣火环岛直服祈安绕境活动即将展开。本人哦，伫97年正月吼，初一接任这个财政法人嘉义天宫的董事长了后吼，姓莫哥洪明叫我成立嘉义市妈祖文化协会。妈祖文化协会成立了后，再次个计划讲成立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由台湾所有23间宫庙来组成，成立了后。对，九年开始就去举办这个全省啊环岛绕境。那么里面有99年，将分家四县市拢到10间宫吼，来组成中华天上圣母联合会。其中就是经南投慈善宫吼，伊准备讲，伊伫86年去湄洲奉圣宫来拍圣会啊，妈祖会，因奉王爷的命令啊，讲要来传承给全省108间宫庙吼，啊要拜托阮这个天上圣母联合这10间宫哦，来共同来甲斗相办这件代志。所以当下我就想无，咱就用这把圣会吼。也出来，这个做绕境的主轴嘛，吼、哦。啊，你当时也着南投县长王爷，然后当面甲交代讲，这把火需要我来帮伊甲传承下去安尼。这是也这把圣火去环岛绕境的由来。来，点灯的，点灯，点灯的，来，点灯的。是无的，全省都一百空白个，这个安尼样。那么第一个，阮是举一把灯吹妖精，为了要让这讲社会大众对这消防火灯更进一步认知哦，阮怎啊去来增加用一把圣火灯来个点燃圣火啊，来把这生活带到千个角落。来这工作很费时，很多个都做了啊，都有个乌林庄、锦罗、一些信步丁啊、信步队、机队。啊，有迄个新家哦，交班等等，拢按部就班的计划吼。啊，当时就照顺序来排队集合，甲圣母、甲奉香哦，祭拜了后，甲出发。Thank you.
出发的顺序是，有个接受就公庙先去啊参香，你这是为会员工嘛，接受马祖时会会员工，所以从南顺宫到顺心宫，到南兴宫，到这个才叫做顺庙。当车队从斗六交流道一下来，就看到了斗六寿天宫的前导车已经在路旁等候着我们了。斗六寿天宫位于云林县斗六市林头里地区，主祀神明为天上圣母妈祖，创立于清道光年间1736年，一直以来妈祖灵感四方，福佑当地乡民百姓，香火鼎盛。日据时代，政府担心人民会借由宗教集会而被废庙，直到民国66年圣母降旨复工，再由当地士绅与圣信共同发心募资建造，才有今日庄严典雅、气势恢宏的庙观。天天宫甲咱大陆寿天宫已经有几十多年的交情，人宫吼友谊吼真深啊！啊，依照咱迄个家己天天宫行为往生，啊，咱妈祖行为环岛绕境活动吼，依照平安顺遂，谢谢。我妈祖真好耶！对啊，足水的，安尼看足水。啊，先无交代，到尾人宫中由本人点180%的迄、那个。香吼，啊，所以你伫路上你也查有伫看到讲，有个公庙祭点的香就发火，这代表讲咱这圣母有教义，这种介绍是真欢喜来甲迎接啦。上面上会当显示讲各公庙的香会才旺盛，会成长安尼吼。斗六新兴宫创立于西元1796年，主祀开基斗六妈，最初是在嘉庆年间由美洲恭请来台巡守斗六宝境内，进而妈祖灵验事迹传遍乡里，举凡出行、航海、疾病、祸福等乡民祈愿皆有所应，香火日盛，信徒遍及彰化以南、嘉义以北，地方尊称为斗六妈祖。啊，今来到这是因是一种全体上下正热情的来欢迎吼。我代表这妈祖协会全体李干事表示十分的感谢甲欢喜啦。咱自1999年啊开始绕境，啊今年已经进入第四年啊吼。对这个活动吼，有一个传承啦，啊嘛做意义的。哦，这活动哦，绕境吉安吼。祝你成功。雾峰南天宫主祀天上圣母，开基始创于清朝同治2年，当时由陆路提督林文察带领兵将特地奉请漳州天上圣母妈祖随行庇佑平安，而后剿匪不乱之后搭建宫厅供信众膜拜，历经几次修建，民国59年宫厅改建为庙，至今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啊，而且小弟代表武峰南天宫啊，管理员会啊，第12万分的谢意，感谢咱的顶当署长啊，这些年来要甲南天宫啊指导啊，非常感谢。
无极三清总抱怨，主祀神明为三清道祖、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总道院成立于2007年，起始三清护台湾重责大任，并以道宗广和为宗旨。无极三清总道院位于台中大甲外埔区，幅员广大，占地20余甲，建物约有7500坪。道院外观金碧辉煌，壮阔宏伟。第一天的行程非常紧凑，在三清总道院用午餐已经是下午2点了。前往桃园慈护宫的路程一路通畅，整个队伍在步行前往慈护宫的路上，阵容庞大的妈祖圣火队容非常壮观。桃园慈护宫于清康熙年间由福建省游氏先民迎请湄洲天上圣母妈祖金身护佑来台开垦，由于妈祖神威显赫，信徒香火日益增多，历经多次迎奉才迁建于桃园市南门里复兴路。今年并与新北市金山区慈护宫结盟缔约为姐妹宫，是桃园市的妈祖信仰中心。慈护宫管理委员会呢，全体委员干事啊，欢迎啊，丁理事长啊，甲在咱这在幼宫啊，咱这啊前辈啊，欢迎啊来桃园慈护宫，差不多对会成立较大咯，啊拢常常有滴来往安尼，大家啊新民咧回乡安尼，啊差不多每年吼。啊，拢有一遍两遍安尼，大家哦，妈祖安尼回乡安尼，哦啊，一只呢啊，我祝呢啊，咱就会绕境会用平安顺遂。妈祖圣火绕境队伍从桃园前往金包里慈护宫的车程当中，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在整队前往慈护宫的步行队伍当中，圣火队与妈祖灯的光芒照亮了夜空，就像妈祖慈爱圣德的光辉普照于大地一般。金包里慈护宫早期召建之初，是由渡台垦荒先民奉请金面妈祖随驾，而后镇守本境护佑群黎，再由地方士绅集资建庙。嘉庆年间，庙殿郡城命名为天后宫，而后妈祖圣德昭彰，香火鼎盛，再更名为慈护宫，以彰显妈祖慈恩浩瀚、护佑众生之精神。首先呢，欢迎哈环岛圣母哈到我们金包里慈护宫。啊，我们进入了群众啊，董事会啊，非常欢迎哈、哦。啊，我们每年哈、哦，我们每年金包里慈护宫也都会到我们天显宫去进香。哦啊，在此呢，在此啊，祝欢迎哈、哦，感谢感谢，感谢，谢谢。石门金刚宫是台湾最早信奉泰国四面佛的开基祖庙，始建于西元1986年。四面佛在道教来说，就是原名斗老天尊。四面佛以慈、悲、喜、舍四面区分，身上八只手臂分别持有不同的法器，
每项法器分别代表赐给予众生福德、健康、财富以及智慧。感谢，再次做感谢，感谢。啊，今仔日咱的会长吼，我呾专工啊，来个军工局啊来接待啊，一同来向着咱这个妈祖婆啊，会使讲起来来发扬光大，这会使讲起来啊，甲咱做加油，甲咱做勉励，咱是毋是托阿些，搁来甲咱全国寺庙金兰会，咱的会长搁甲拍拍啊一下。对，我知影，有林兄，高当主将，哦，我不是当主将，做人处事吧，在林桂英那边，两岸都有，包括哦，咱前将、前当主将，马来都有，有人虽然较少的，即马嘛，我到附近来来求面，相信人民来做人啊，唔惊，我咧尊重万里的人，有情有义啊。啊，交杯朋友，百战多量，非常受到大家肯定。所以讲哦，因市民运作，哦，爱人生大地，啊，滴人譬如入面，他们团队众多啊，众信徒，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家庭和乐，大公好无？诚心向咱人民厦门金龙宫大法堂尊重的李大哥、李科长致敬，以国语合作之情，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辛苦，大家比较拍时间啊，跟刁将军哦，对不起，也很感谢，谢谢你们做手招待。这个餐会啊，是不一样的餐会，全家老人都平安，身体健康。因为有做加持，有可当的加持哦，你拢叫对。到每间中协办的中庙参香时阵吼。今日就是讲准备回购啦，甲栽培，哦，就向咱县府表示最高的敬意安尼吼。这次咱做成天佑宫妈祖庙，咱树南妈呢啊，非常的盛大，啊，非常的庄严来接续着咱这届盛会，啊，希望呢咱啊这个吼协进会，咱的天上圣庙，爱当呢来庇佑着咱啊这个吼啊这个风调雨顺，国哎这个国泰平安，啊来到咱本境呢啊，咱会当合境平安啦吼，啊感觉讲啊这次呢啊咱的这个宽度啊这个盛会呢，这个老境呢，爱当讲，予咱啊这个心内非常的欢喜啦吼，啊当讲呢，予咱啊这个吼妈祖啊，庇佑之下呢，会当呢，这个吼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咱啊每一个人客家拢平安顺遂吼，非常的欢迎，感谢哈，感谢。啊，这四年的中间。每年啊出门吼，拢是真欢喜啦！哦啊，交咱台湾男性安尼闹见爹妈做，哦啊，真兴旺！哦啊，会当讲若有这个咱台湾男性这优将吼，嘛会使来加入，予咱这个妈祖文化进来更加兴、更加旺，吼，会当更加赞啦！哦啊，大家身体健康，吼。基隆庆安宫主祀神明开基妈，源起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基隆市民的信仰中心。欢迎这个叫做咱的这个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丁博士、丁理事长，还全体这李干事成员哦，啊，真侪真侪这信众
来参加咱家人庆安宫来参拜祈福，表示欢迎和感谢啊，这非常有意义。咱张博士我熟悉以来哈，伊所有的活动拢甲我听，我嘛拢甲伊听啊，所以吼，希望哪有来，哪有国家每一年拢来参拜祈福哦，即个台湾快大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哦。妈祖圣火队伍一路以顺时针方向向东前进，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基隆前往宜兰南方澳的南天宫了。南方澳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渔港，当地居民感念妈祖庇佑子民，神修广披之圣恩。二楼奉有金玉满堂尊玉妈祖，三楼奉有全世界最大的金妈祖神像，总重有203.8公斤。民国84年举行安座大典，从此南方澳金妈祖威名远播，名声遍及海内外，成为妈祖信徒争相朝圣的信仰中心。当妈祖圣火队在前往花莲的苏花公路路程当中，途中前方车队突然停止不前，因为前方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发生。突如其来的坍方事件是否会影响到妈祖圣火的行程呢？要出来前，我有一个梦境吼，梦讲去到这个山边的东西，苏澳一段吼会发光啊，啊两先生有个霸在山头安尼吼，我有请教圣母，我圣母我无讲这个梦境，讲咱这条过。我爱注意什么物件无啦？伊讲不要紧，一切拢风和日丽，平安无事啦。所以我心里非常安静。当因在遐讲，迄个山崩吼，路塌掉了吼，我心里想到时候可能会迎刃而解啊。所以事实证明说，我们也很顺利通过哦。所以这是也是一种神迹的，一种神迹的表现。那非常的感谢安尼吼，讲恁咧家己安尼来到这安尼吼，甲阮迄落安尼吼，啊大家讲都足欢喜的啦吼，啊阮这都人较少，哦算人较少啊，都无我托讲招待恁这那无酒桌的所在，请恁原谅一下呢。只要你信妈祖就可以了。你看你头壳都卡到落去，咱还不好。啊，咱到每一个地方，每到一种热度吼，但是到以前都无吼，都闷闷啊吼，哦，这都是每年都这样，不是今年哦，每年都这样，这怎么讲？没办法讲，只要说灵感嘛，心无灵感嘛，哈。花莲开灵宫主神开漳圣王陈元光将军建庙于国庆里已经有数十年了，早就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护佑平安的信仰重镇。开灵宫右殿奉祀天上圣母妈祖，自从协进会推动妈祖圣火绕境全台，开灵宫年年都迎请妈祖圣火来到花莲，并一同推动妈祖文化的永续传承。第三年了，将啊真感谢妈祖协会吼，啊无企业就咱花莲开灵宫啊来遮甲咱参与吼，啊增加咱这个开灵宫的光彩，啊遮非常感谢。花莲港天宫主祀天上圣母美洲大妈，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圣母妈祖弘道九世，为了镇压台风风灾与地震灾害，因此地方人士发起兴建大妈建庙活动，于民国66年8月动工兴建而成。花莲天顶宫主祀王母娘娘，天顶宫是第二天行程的最终站。在圣火队伍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然而天顶宫的师兄姐仍然热心招待，希望能够为妈祖圣火绕境队伍尽好地主之谊。天顶宫菩萨观庙、主神王庙、金庙、地庙、佛庙、九天庙、妈祖，为台北一、那个99年，民国99年迁宫来华莲，起到今嘛7年外，啊，今嘛搁三年外的入会安坐。早晨，花莲天顶宫的景色优美，山峦间云雾缭绕，宛如世外桃源。目前宫内庙地仍不断建造当中，占地广阔，山明水秀，未来指日可待，将成为东台湾花莲一处灵山修行的绝佳道场。瑞穗青莲寺位于花莲县瑞穗乡瑞美村，主神奉祀释迦牟尼佛，建于光绪年间，民国13年由当地秀才改称为瑞穗青莲寺，而系属佛陀圣灵感应，正坐瑞穗乡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青莲寺啊，虽然在花莲，也非常荣幸，也是第4次来迎接妈祖的环岛绕境祈福活动，啊，深感与有荣焉。也要祝福我们全省的所有妈祖的信众啊，能够阖家平安，啊，能够身体健康。玉里协天宫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当时福建提督吴光亮素养关圣帝君忠义的精神，就在本宫现址安祀圣座，虔诚礼拜，这就是协天宫之创始最初的正式记录。吴公于清光绪7年亲自书写后山宝藏匾额于殿内，以彰圣德。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迎接到说台湾呢妈祖协进文化协会呢这次绕境的活动，行程有排到我们玉里协天宫来，全体的董监事呢，还有我们各主会的人员呢，都非常诚心诚意的迎接你们的到来，这样啊，真的我们表示12万分的这种欢迎之意了啊，看到阵容那么庞大，真的很多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感恩，谢谢你们的招待，永远不谈有话，我一定会再来。哈哈哈哈谢谢。台东池上玉清宫主祀天公祖玉皇上帝。初建可溯自民国37年间，当时二次大战屡遭战机轰炸，乡民生活贫困，常有疾病灾厄，诚心祝祷玉皇上帝圣号，潜心必应，乡民倡议集资捐地兴建，民国61年正式命名为玉清宫。多谢恁今日这咱家己吼天人宫。咱顶当的安尼，带队咱做盛会安尼来到咱台东地上玉清宫。咱顶当的，我伫这个外口需要创个交流，挺多。伊这个真悬哦，啊，阮拢若有见面，阮拢是请教老师。啊，今仔日吼会当恁来到伫这个咱台东地上啊，我伫只代表咱地上玉清宫全体委员。甲恁说这一万分感谢，多谢恁，谢谢。太平文衡殿主祀关圣帝君，其开基金尊之由来，乃是分灵自台南欧王文衡殿。关圣帝君神恩广披，有求接应，
民国38年于县址创坛，民国74年新庙入伙安座庆辰，民国80年正式更名为太平文衡殿。我们很感谢台湾妈祖啊文化协会绕境到我们这个东部偏远地方，真的我们文衡殿是一个小庙啦，希望把文衡殿哈能够在安定中哈更求进步。也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参香跟指导，谢谢各位。祖圣火队伍一行人在抵达台东市区的时候，看到台东天后宫绕境的庞大队伍早已候驾多时。原来台东天后宫为了盛大迎接妈祖圣火，特地以最盛大的队伍来迎接。我这个教会等于两进四当啊，啊，即马阮是较早是拢每管区拢去教会，因为是采重点式的吼，要到宫进前做爱教会一下吼，有诶人讲是行过将那垃圾来扫平，安到扫清去安尼，教会意思就带给社会那个啊，对到各地哦会拢平安得着，来当听讲以前在盛大阵容。因为是资本单位，啊，咱一当一区分东西中南啊咧，每年拢一个重点目标。啊，今年伊台东来，来资本单位吼。台东天后宫建庙的起源是清光绪年间派驻卑南的张兆廉提督，为答谢天上圣母妈祖于平乱时期的救助，慷慨捐出月俸，提议建庙感恩。并在地方士绅募捐与共襄盛举下开始建造。台东天后宫内的开基妈祖慈悲灵验，所求皆能如愿，信徒遍及全省各地。咱这台湾妈祖文化合进会哦，是由咱这个嘉义天顺宫顶当的来发起的安尼。啊，伊在当时发起的时阵哦，会当讲大家听讲是。台湾妈祖文化遐进会哦，爱参与的人的庙事也真侪安尼，爱每年拢有这个翻岛的这个绕境安尼，安尼，阮今年啊，甲荣幸伊会当来到阮台东来遮大庙安尼，哦，啊，佫来游境，来阮台东的这个重要路拢来游境过哦，啊，也得到台东老百姓哦，大家皆欢迎安尼。咱指导安尼吼，现在感谢顶当市长安尼，吼，啊，希望大家会当讲有机会，那为台东来，卖去来阮庙的吼，来这参与，大家来阮指导一下安尼。在第四天的圣火绕境行程当中，我们将从南台湾绕回到嘉义天选宫。这是最后一天的行程，然而整个队伍就像第一天一样精神饱满，而且每一位师兄姐的气色体力都是非常好，让大家不禁感恩圣母慈悲一路的庇佑与护持。万丹万惠宫主神奉祀天上圣母，200-300年来护佑乡里，神通广大，据闻曾显灵承接盟军轰炸炸弹而折断手指的传说，信众于是在建庙前建造接炸弹的金手掌的纪念雕像。其中最特别的是，庙内的雕刻工艺是由两位大师合力而成，雕工细腻，也使得万惠宫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艺术殿堂。咱天天宫来举办这个欢乐吼啊，祝福的这个活动，啊，等董事长去进前来，又来讲这个经验给我听，所以我介认同伊的这款的作风，啊，我嘛认同讲伊会当来替咱这百姓，啊，来大家来祈福，哦，这是真好的一个活动，所以
我就答应有来参与，所以阮今年有五个人参与到咱这款的活动。高雄龙池宫创建于清乾隆时期，当初是以石碑雕刻奉祀天上圣母为主神，而后再由本境开拓之先民远赴唐山，请回来金尊来此供奉。民国76年，由地方士绅推动兴建新庙，于民国93年端午吉日良时入庙安座。感谢咱这个嘉义吼，啊，天人宫吼，啊来到阮本宫吼，啊来到阮圣母参拜吼，啊，而且我代表管理委会吼，啊，甲大家吼感谢一下呢吼。我就参加了哈，到现在，虽然我年龄那么大了，66岁啊，我参加哈，这样走路，我昨天怕是走不动，一脚痛啊，年龄有了，退化了。哎，奇怪了，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哈，就脚就什么都没有感觉痛，走到完成，真的非常感谢妈祖哈，妈祖真的有保佑。咱这个会哈，也组成不是像一般在追求说大公庙啦。还是种老庙了哈，我们是在于说要发扬妈祖文化，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所以那里会员有个在我们中央天后宫的天主教李兴，他是天主教信徒，桃园春母宫是韩国人，韩国人的有进步两次提升，还有客家的李兴龙，还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所以说包容各种族群。这就是把那个社会和谐啊，是我们的宗旨。安平开台天后宫牌楼气势非凡，庙观宏伟壮观，奉祀主神为天上圣母妈祖，历史渊源久远，曾获玉班与天同宫匾额，甚至受到安平民众与全省妈祖信徒之尊崇与信仰。啊，盛会来欢度诶，这个活动啦，会使讲对这个啊妈祖文化的提升哦，啊以及啊咱整个这个台湾信仰妈祖的这信徒，会使讲真好的活动。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是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庙宇殿堂。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殿软身鹿耳门妈，具有800多年的历史，灵感慈悲，恩泽广披。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欢迎全国圣信大德前来结缘参拜。首先哦，台天龙里门圣母庙来欢迎到咱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啊。会当来遮大家，同你们信徒遮，我参与，大家一个交流安尼。因为以我所了解啊，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由丁董事长啊，我来成立到正式已经绕境啊第4冬啊。你啊看因的团队啊，哦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谐啊，哦感情大拢非常的好。祝贺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即届台湾省的绕境啊，我会当来圆满成功。哦，祝贺大家，多谢。谢谢。回来就是西平的芙蓉宫甲圣心宫，总家是妈祖协会。啊，所以闽南有来咱这搞，去这搞。另外就是咱田乡新福店有十分钟拢来，全部拢来。整个妈祖圣火队抵达嘉义市垂杨路与国华街口时，已经看到了许多为了迎接妈祖圣火的有功阵头，早就已经候驾多时了。大家正蓄势待发，准备着与妈祖圣火一起步行绕境，回到嘉义天玄宫。
当咱三十一波回家到中介寺门路的时阵，都有二三十间庙的顶头，拢在等头人啊。所以咱落车差不多伫五点五十啊，离乎就一号就拖咧行。所以我准时六点多开始邀请，有拢总超二三十间庙，所以两千多人来参与这个接待活动。一路，咱也随时啊，像一般的活动无啥共款，咱无后壁放炮，咱也无后壁扔垃圾，咱后壁。环保是处理完毕，等下到庙前放炮，先放炮，我马上停火。十点以前，十点到，停止放炮。我们遵照政府法律规定，这是我们妈祖那个那个环保交警做的措施。好，翻过去。特别是金刚功啦，九门金龙宫今年特地啊，那很庞大的阵容来支驾啊，这尤其特别感谢的啊，要祝福我，甚至我们最啊尊敬的这种女士也来哈。是奉咱圣母来给华北清寺哦安排时间是四日三暝。那这四三暝要走一周，当然这经过这路程，阮事先有经过多次的去啊实地去勘察，哦去筛过这各管区、各宗庙啊处所，爱路程外久的时间，啊到内休息。参拜的时间拢包在内安尼吼，伫个计划伫个安排，所以这时程啊真紧凑。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所以无多待太久吼。这圣母的旨意，伊的目的是讲，主要要把这把圣火灯要传承到全省各角落，希望当带给各角落能够平安无事，无灾无厄安尼。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圆满，一路上都非常平顺，一路上都没有阻碍。所以承蒙大各公庙、各地的公庙协助啊，非常的帮忙啊，利用这个机会
我要深深感谢各公庙的负责人跟工作人员的协助与鼎助了哈。啊，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啊，代表宣布感谢各位。台湾妈祖文化协进会透过四天三夜妈祖圣火环岛直服祈安绕境，就是希望能够借由每年娘妈祖的行程创举，将天上圣母妈祖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继续发扬传承下去，妈祖圣火也会一年一年的持续办理下去，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借由妈祖圣火绕境所到之处，人民和敬平安，社会民生乐利，族群团结和谐，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